你这鸭脖多少钱呀？20一袋。100块钱，不用找了。哇！100块钱在哪儿呢？不是说了吗？不用找了，我又没给。你别笑！哎呦我的妈！老板，鸡肉干多少钱一斤呢？又是你，你还敢来？我这回有权了。你看，给你5块钱一斤。哦，我就随便问问，我不买。